再呢要介绍是格马兰温泉、哦、这边有另外一种房型，四人房型，那今天要介绍是601的部分。那为什么要介绍601这个呢？是它升等、哦、如果是要加价的另外一种房型，也介绍给你们咯。对不起打扰咯，先住一晚咯。好，我们要介绍这个是升等过的房型、哦、如果要升等的话呢，就是加价的问题啦。好，可以看啊，升等呢就是有多一个比较大的客厅哦，跟原本的四人房来讲的话，客厅会多了一点点，多了一点点空间出来，大了一点点啦、哦、是让大家觉得如果说有时候找比较多人来的时候，有一间这样的房间的话呢，会比较好聚会、哦、空间比较大。一样是有大电视，他们家电视是蛮大的电视、哦，方便，很方便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四人房的哈，它的床呢，就是升等的话的床是加大的床，比较大，会更好睡哈。如果说适合，如果是夫妻呀，中间还可以睡一个小小孩哦。有时候生比较多个的话呢，一床可以睡到三个小孩，都还 OK 的哈。床会比较大一点，空间上来讲的话呢，会更舒服。但是就是。加一点点钱，要多一点钱的问题啦，齁，是钱的问题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呢，这边来讲的话，看过去它整个是坪数又增大了很多，又加大的坪数啦，齁，整个坪数来讲的话呢，空间更好。采光呢，这一边呢，采光更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多面采光，可以看到这个亮度哦。这个房间比原本的四人房的房间又更亮了。这种房间是更亮了一点点，而且呢，采光是多面的采光，可以看到外面，好，这边看出去就是他们另外一馆，好，前面是风旅，就是他们格马兰另外一馆，二馆的部分哈就在前面了，大马路的旁边。那下面可以看到，就是这边的停车场是在下面，停车场都看得到，整片的窗户采光非常好，整片的，而且这一间房间不止一面哦。好，是两面的哦，两面的哦，这边还有一面的采光，完全看下去就是最热闹的地方哦，刚好看到最热闹的，这边很好逛。厕所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厕所一样，一定是有大浴缸的部分。好，你看这个大浴缸，都是有大浴缸哦，很适合我们亲子哦，来这边呢泡汤舒压，超赞的哦。就是适合轻旅行，两天一夜，也不要跑太远了。有时候礼拜五就像这样夜冲，礼拜五就可以冲过来了，来这边泡汤舒压一下，然后吃个美食哈，就可以回去充饱电，继续回去赚钱啦哈。来这边就是泡汤吃美食的地方，逛街也很方便热闹。刚好最近就是那个温泉季哈，可以来逛一下。厕所的部分呢，他们采用是免治马桶，每个房间哦都是免治的马桶哦，你们最爱的免治马桶哦，很舒服的哦。那这边有准备的大毛小毛的部分哦，都有准备咯，所以不用再自己带咯。这边还放了个水瓢哦，木质的水瓢，让大家洗澡更方便，小孩子都喜欢玩那种水瓢。好，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边。它厕所整个空间来讲，使用上来讲是蛮大的，厕所蛮大的部分，长方形的厕所哈，这边还多了一道门是，然后这边还一道门，浴缸这边还一道门，把它隔开，所以你在泡澡的时候呢，还有洗澡的时候，这边水不会喷出来，比较不会喷出来。哦，可以看过来的话，这个房间呢，升等的部分呢，差别在于空间的使用上，但是配备来讲的话，都是差不多。哦，都是一样基本的，都会有给大家，都是大电视啊，免治马桶啊，浴缸哦，沙发桌子也都有，只是说如果升等的话空间更大了一点啊，床的话呢也会有加大的床哦，多加大的床，升等的话床会比较大啦。哦，这就是升等过的大床咯，加大的升等的床是超级无敌大，就这么大的大床，两大床，超级大的大床，升等过的。好，所以是看个人的需求了。如果是觉得哎想要这么大一个大坪数的，然后以及加大床的话，那就真的是加价啊，要加价咯。 OK， 好，这个是我们在格马兰升等的房型家庭房做介绍咯。那后面来讲到一样啊，这边也有门后面，好，冰箱的位置在门后面，
好，在这边门后面，这边有衣橱以及冰箱的位置，然后有泡茶的茶包、咖啡都是在门这边后面躲起来了。然后这边还有衣橱的部分呢，哦，在这边，好，衣橱在这里，好，躲在门的后面哦，不要忘记咯。冰箱的话呢，也有准备了水在这边，他帮忙都冰起来的，冰水在里面哦，在里面咯。好 ，OK。好，茶包都有，这边都有，茶包都帮忙准备好了，都一定有的。好，这边也有哦，哦，这个是吹风机啦，这边好，吹风机，吹风机在这边，不要忘记哦，吹风机在抽屉里面。还有这个就是你们要如果泡汤的时候呢，哦，要把你们的脏衣服啊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呐，啊，有没有？还有那个泳装啊，都可以放在这个袋子里面。还有准备的塑胶袋，让大家可以去装那个泳装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哈，介绍的是一号房601号房，601号房是比较大间的哈，升等的大间的床加大的，重点在床加大。好，采光来讲，他们采光来讲是多了一面的采光哈，是这边等于两边都采光到了，两边的采光，然后加大的一个客厅。差别在这些地方呢，但是配备来讲的话都是一样非常好的，都是有棉质马桶，然后有一个大浴缸，那这个是拖鞋在下面。好，拖鞋他们准备了两种，一种是免洗的拖鞋，那一种是呢是防滑的，是让你去露天的时候可以穿上去的，准备两种拖鞋给大家，非常贴心哦。 OK， 介绍给大家咯。